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巴黎的塞纳河畔，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塞纳河两岸已经搭建起了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的观众座椅。那7月26日啊，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就有约10000名的运动员乘船近百艘，那沿着我们身后的塞纳河进行巡游。这里呢是巴黎的亚历山大三世桥，可以看到旁边呢就是观众座椅，但是目前都已经围住了。那我现在可以看到奥运会开幕式的这个大屏幕也正在处于调试阶段。为了巴黎奥运会准备的移动厕所也已就位。